因為而家咧就其實好多國家已經用晶片噶啦。你上網揾新聞係有好多嘅。以色列都開始。係啦，咁佢咧就要嚟做乜咧？甚至有啲開門關門都用佢嘅，即係翻屋企開車啊。佢嘅車咧同佢嗰個佢嗰個啊微型晶片咧串連啦。咁佢即係佢用總之有方法咁可以控制佢啦。即係話有啲不同嘅方法，呢啲係可以敵機度用，不過我哋唔知道。不過好大可能係用呢啲，好大可能係用呢啲嘅。咁嗰個時候咧，即係正如而家有啲地方甚至你用現金都可能，即係有時都會啊冇乜用啊。有啲地方咧，即係你要用手機嘅程式啊。咁而將來呢啲程式係要擺喺你身體嗰度，唔係淨係一個手機嗰度。而家有啲地方你唔帶手機都好似生存唔到嘅，即係可以做到買賣。好啦，嗱我但係我哋主要討論係乜嘢咧？主要討論就係話我哋面對呢個困難嘅時候點樣面對，點樣去處理啊啲困難先啦。第一，你冇受信機，你冇電啦，冇水啦，你翻唔到你屋企，因為你翻屋企咧，你冇水冇電咧，你喺間屋度仲慘過喺街。咁你去街去邊度咧？咁可能好多人有啲問題喎。但係如果神係即係神係掌管嘅，神就會有方法啦。但我們實際上距離得太遠了，即是很難想像，在香港我們走去哪裡呢？即是走去大嶼山行不行呢？即是呢，沒什麼地方走，有些地方就比較大一點。那到底是怎樣生活呢？神能不能夠有方法保守呢？神可以有不同的東西的，譬如祂可以給我們不用吃飯，不用吃普通的食物，只是吃石頭啊、泥啊，或者不用吃就祈禱就飽的了。還有神可以叫我們，譬如說你明明被人捉了，你可以透過道門又穿了出去，晚上又走出去都不知道去了哪裡，好像保羅這樣，即是這些可以發生的事來的嘛。但到底神用什麼方法？但最重要的基督徒要怎樣預備啊？嗯，對，這個也都我們裡面的恐慌啊，到時你怕到騰騰震會怎麼辦呢？這樣還有我們怎樣作見證呢？那我就想大家兩個討論。